差不多啊。你搞错啊，老板，我们出事了。现在出现了一些状况，我们有一批重要的货被偷。全新 Intel Centrino 2是最先进的晶片之一，这款以 Heaven 为基础的设计非常的了不起，多工作业也快了50%，这样的损失我们在全球的分公司都会受到影响。上海同事怎么办？打个电话给他们。重要的货在台北被人劫走，什么？所以要麻烦你们。拥有这些 Intel Centrino 2芯片，你的 notebook 就是 mini 超级电脑。我给你看芯片。哇 ，That's it。哇，这些芯片真的很小。All right, let's get to work.登录了，嗯，这么快，坐吧，收脚挺快的，那一切就拜托你们，啊，走吧，晚上10点在 K Club 啊，见不散啊。